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厨神 Jenna。最近成日留在家整甜品，今次不如试下还原基本步，同大家整芝花牛油曲奇啦。成啦，我即刻试下味道如何啦！牛油曲奇好松脆，而且亦有淡淡嘅云呢奶香，令到味道更上一层楼。三个步骤就整到，各位新手入厨嘅朋友，快啲试下啦！Yoo-hoo！